Danny， 你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一个乐高的像这个，就是可以加速的、极速的，像什么快艇吗？还是什么赛车？这是赛车，这是赛车啦，是啦，这是赛车啦。对啊，有没有赛车啦？上面旁边，你看它还有冒火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嗯哼，这个冒火表示说它可以跑很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打开来做哦。啊，里面有几包？两包，跟叶子还有说明书。好，那你就开始拆咯。妈妈，今天做光，我不想你穿眼镜，我想你现在拍我呢。
你哦，哥哥，我看到你了。哥哥现在拿的就是一盒乐高哦。妈妈，我在问哥哥。我说我在猜哥哥。好的，你好了吗？这么快哦？你看，那有人坐在里面吗？有。那你让他进去吧，然后开始跑啊。这人吗？妈妈，我想要看呢。好啊。火怎么掉了？不行，只是火吗？对呀、啊，后面的火啊，跑很快啊，不见了。好，那你拿近一点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！它是只是不像我的，这么跟跳跳虎一样啊。哦，好。哇，那你不要挡啦。